是我们一直在检举的，就是这条路了，因为里面就只有一户而已。那这边本来是菜园，是这一家原住民的菜园。那他要开路，原住民当然不肯让路嘛，他家的菜园。那结果他们利用水保局帮原住民做坡开，原住民同意他们让路，把地过给他们。那相对的，水保局的工程就是纳税人的钱，拿纳税人的钱帮他做坡开，换这个路的地，那是不是纳税人帮他买路？从这里开始就是一大堆弊端了。听也一直在讲，哪一条农路做这种坡开？哎，这坡坎还做得很漂亮。是啊。反正都是纳税人钱的。早有看到这种。这应该是监察院的事情。因为水保局哈，千不该万不该，水保局发了一个新闻澄清函，说这条农路针对里面的50户人家，200公顷农地。然后有草莓园，有桂竹笋，所以水保局开这条农路。那问题里面就只有一户，我们针对这个打水保局图利特定对象，是没错。他这个叫农舍，对。所以苏家权真的很冤枉啊！苏家权那个还倒还像住家，他这个根本就不是住家。谁会住这种房子？这个，它前后大概盖1年半，都完成了吗？应该还没有完成，因为他要赶着拿使用执照，好让县政府来保全，因为它底下有很严重的灾损，都垮下去了，因为。这个是顺向坡，整块坡地本来是斜的，它一铲出来一块平地，盖一个很大的 RC 建筑，那这块地承受不了，一直往下拖。你看，他们一直在补土，这些土不是当地的土，当地的土是黄色的，外面运进来的红土，他一直在补，可是补不住。我们先了解这边的状况，你没看。对啊，叫刘俊秀老师来看。你看水多到极点。对啊。那个底下看得更离谱，水保局做的排水沟，水不走它的排水沟，水走它应该要走的。你自己会找路走吗？你看它路就只铺到那里。啊，很多这种事情。你不图利特定对象。什么叫图利特定对象？很多这种情形。那个新竹县非常多这种路开到一半就停了。那50户在哪里啊？50户在哪里？我们去看后面根本就没有50户，就只有他一户。我只是要他那个图案，好可爱这样子。阿涛哥，你是谁个？许多料料啊？马武都，谁谁摸来个？那个金山没？金山啊，对。跟上面在讲，你对亚东有感情？嗯。我其实老亚了。你也王文渊。没谁谁。我的初恋在这里发生的。哦。17、18岁。像他那么大的时候。像他这么大的时候了，我16岁，那差不多啊，就是情窦初开的时候了。对，他这边就只有这样而已，他这根本就是工具室，他根本没办法住人。对，所以我们一直质问他，你50户在哪里？你的200公顷农地在哪里？你的桂竹笋、你的草莓园在哪里？
要不然你土地特定对象就是继承的事实了，因为那有一个人名嘛，主人是谁？这个主人许新，那个屋子的主人叫许新汉，那这一块地的主人是一个桃园来的，叫张炳炎吧。那个许新汉只买下面那一块地而已，就对了。没有，他后面买了20几家，到处都是东盖一个，西盖一个。我觉得他是在逃避环评。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这个样子。他盖这些房子要干嘛？盖那么多？我们在怀疑他是纳古塔。纳古塔？对，因为底下的的确是纳古塔。盖得圆圆的吗？哎，然后在盖之前还找法师来，然后四周围黑布，立了一根黑旗，很高很高很高。然后方位全部都是朝西北，我们觉得是纳古塔。纳古塔。纳古塔。他盖的时候围用黑布围起来，然后弄一个黑色的旗，黑令旗嘛。那个圆圆的是纳古塔吗？哦，还有底下的那一个，因为它的东塔西塔，每看一个在东，一个在西，然后一个潜伏在地底下。一个地底下挖了两层，在河边，在地底下两层。相应的去讲那个法律的漏洞的时候，就说他有百分之多少，他只能盖百分之多少。那他有20家，然后他就可以，那个轻轻的啦，就是像集村一样轻轻的。对对，他就是一个烂东西这样子哈，但是。就是那种在很模糊灰色的地带，然后它可能可以盖比较大一点的房子。要叫刘俊秀来。就是这个地址，他们这种结构的，他。然后再找林志成啊。林志成。对啊，林志成在新埔啊。哦，对。到这里。谁做的？水保局。那他的地在上面。是不是？就为了他的地做这一段合体，那是不是土地特定对象？那现在大家都做自然工法，那他居然还做水泥合体？那做合体有什么用？水沟一样。他为什么要做这一段呢？他说，他们1999年。9月开始盖房子，1999年11月水保局来做河堤。水保局的意思是说，这个弯道河水冲刷得很厉害，所以做这里。那我们把资料都拿到了，我们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只做这一段？而且为什么做水泥堤防？因为从马武都溪从上面一直到景山桥15公里。就只有他的地两个地方做水泥堤防，其他的全部都是自然风化。那另外一块地是在底下，我们什么人啊？这个人是什么人？他姓许，叫许新汉。我是不能啦，这个就建筑废料，他填建筑废料。对。然后那一块比较严重的，没看他做水泥堤防啊，一样留了很多排水口。一定要啊。那可是水不会走它排水口，你看水走它水要走龙色的规模不要这么大，小一点，不会造成这种情形。那最令人痛恨的是，你看路水保局帮他开的，
和平水保局帮他做的。鹿跟和平哦，这个我要想想。这些都摊下来了哈。嗯。这些都掉都下来了。像他那个就这样滑了，竹子怎么可能这样长？竹子怎么可能？竹林从上面下来。滑下来的嘛，竹子不是这样长的嘛。对。竹林是上面滑下来的，树你没看，那个是上面倒下来的。我是觉得，我们花了这么多纳税人的钱，然后能做好什么？什么都不能啊。它反而制造出来更大的困扰，水泥堤防，那完全不环保、不生态的做法。那很不服气的是，我非常不服气的是。我们缴税是要国家富强康乐，是要帮助社会上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，不是帮财团来做这些工程。那个公平正义在哪里？没有啦，怎么会有公平正义？没有，我一定抗争到底的。好，那个真的气死人，你知道吗？你好，好了。是的，对对对对对。现在开什么？抽水管。哦，他抽水吗？你看这个啊。他们现在做工的时候在抽水。现在就是泥土，下一场雨就流失一点，流失一点，流失一点。嗯，对。它是24小时在流失。对。啊，土流失，这个它就渐渐的。往下动，就往下，它会一直往下。对，没错。看从那边嘛，哈，从上面它那里，啊，就有点像这个沙漏这样一直漏下去，漏光光。某一种奶茶。到关西来有一件事儿，我来再看看。午后就回来。今天休息吧。我你拽过去看一看，那边有人。那个头要小心。钓鱼，看一下。这为什么要锁起来？他做的。水保局那个农舍的地主做的。水保局是说不能锁，可是他就要锁。他凭什么做这个呢？我不知道啊，他不要人家下去看他的球室。可是那下面不是他的地吧？那是国有的，国有的专地。旁边一定是国有的地。对啊，他依照国有的、啊，依照规矩是不能封路，可是无法无天呢、啊。你说无法无天。所以我们才会考量说，以我们，我跟天一就是耗出去了。去看了，都看过了。今天有没有？这天一，这我看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没有，我一直在往下的。看得怎么样？还是滴血。天一，这个是林小姐。你好，你好，我跟你们联络。钟小姐，她是他们协会的理事长。哦。然后她是总干事。没有啦。然后她是总干事。没有，是他的粉丝。我们是他的粉丝，敖馆。我们现在有一个客家论坛敖馆。哦。所以想听谁讲哦？昨天。哎，那你是客家人？我是。对，我们都是客家人。我就是关西人。真的、
所以今天他一定要来关心呐、啊，因为这是他的初恋地、定情地。